好，同仁，大家早哈，大家好。我们现在进行第十五次会议哈，先请秘书长来宣读第十四次，会议议事。出席议员黄定和议员等33人，请假议员陈福山议员、赖喜贤议员、县长林冲显。农会处长陈德兴、建设处长林国敏、公务处长陈春锦、渔业管理所所长陈祖健、警察局长高寿孙、卫生局长刘建廷、教育处长文超顺、社会处代理处长邵志奇、刑警队大队长蒋淑金、少年队长陈昌庆、本会秘书长陈茂林等5人，来宾各报及各广播电台记者，主席陈议长文昌，3:57至59分，林副议长齐山20起至下午3:55分，又至3:21起至3:57分止，张演秋敏3:15至3:21分止，记录陈淑云、林义贤、吴宪珍有异话，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一、主席报告签到，验已达法定人数。二、秘书长宣读第13次会议议事录。三、县长率农会处长陈德兴报告本县湿地之划设、起诊及管理情形。四、县长率建设处长林国敏、公务处长陈春锦等报告北宜直线铁路疏花改工程及台二线滨海公路改善等之执行进度及办理情形。五、县长率农会处长陈德兴、渔业管理所长陈祖健报告本县第七次往渔业如何转型、辅导转型。六、县长率警察局长高寿孙、卫生局长刘建廷、教育处长文超顺、社会处代理处长邵柱奇、刑警大队长蒋淑金、少年队长陈昌庆等报告，如何改善本县治安恶化、防治毒品泛滥及防止未成年抽烟等问题。讨论事项：一、本县湿地之划设、起诊及管理情形，大会决议一。竹湾重要湿地涉及人民权利生计，县政府应基于生态及现行土地利用处于平衡状态，且负有依存关系，紧速建起内政部取消划设，并由县政府辅导措施代替管理手段，营建安全栖地，确保湿地功能与人民权利。二、52甲国家重要湿地之划设，应建起内政部重新加以检讨，缩小其范围，以地主权利保障为优先考量，并由县政府透过拟定都市计划等行政措施做有效的处理，就保育利用计划内容配套措施与地主达成可行之共识，提升政策推行之成效。二、北宜直线铁路疏花改工程及台二线滨海公路改善等之执行进度及办理情形，大会决议一。本县对北宜直线铁路之争取，县政府应基于考量环境、社会经济效益成本及提速疏解国道5号交通量以南港与头城间直线之方案一为主要的争取之目标地。二、请县政府应积极争取台二线滨海公路常态与大溪或芙蓉至大理间之直线快速道路紧速辟建及开通，以有效解决国道5号及台二线道路塞车问题，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三、请县政府积极争取将东澳至南澳段列入疏花公路改善计划工程内，进行辟建施作及改善，有效提高疏花公路行车安全。四、县政府应就宜兰铁路立体化计划及周边土地开发计划，积极推动本县铁路就地高架政策，以有效疏解本县日益严重之交通拥塞问题。三、本县第七次往渔业如何辅导转型，大会决议请县政府加速本县第七次往渔业辅导转型。二、本县山海里内之海洋生态，县政府应详加调查，以保育海洋环境生态，维护近海鱼类栖地及资源，让沿海渔场得以永续发展。四、如何改善本县治安恶化、防治毒品泛滥及防止未成年学生抽烟等，大会决议请县政府应结合各单位建立全民反毒网，从贩卖之茶器到吸食者之辅导介质、教育宣导，连成一防范网络，让毒品在社会上根绝。散会，下午59分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日有没有意见？好，存查哈。好，现在我们进行第七个案子，县政府对于猪肉瘦肉精零检吃之态度及做法，那请县长及相关主管来列席。好，你说说定啊？
请问吼，要先报告还是要咱先讲？啊，咱要先讲呀。好来。啊？先讲，先讲。甲昨都安尼啊，今。讲好，无昨拢有啦，拢有啦。先讲，先讲啊。先讲哦。我先讲。讲好哦，先讲还是先报告？无，你无尊重提案人。哦，是是。好啦，好，提案人哈，提案人黄定和黄远，好来。五分啦吼，快点吼，快点吼。昨昏就无安尼限制五分啦，我讲。不下咧，我哩。讲七分、八分嘛得讲啊，啊，我讲就一定要五分，啊，话头拢先打落去。嗯。无了代志，无了代志，嗯。够不慷慨？我较慷慨一点。主席、馆长、议会同志，大家够早吼。瘦肉精是一种的迄个动物用药啦吼，伊会当增加动物啦的瘦肉。啊，其中呢，莱克多巴胺、培林吼，这方面的吼，伊的毒性真低吼，啊，代谢真快，啊，就是讲没有什么累，无累积性的啦吼。啊，这滴哩管政府专案报告这资料有写甲真清楚。啊，今日早起忽然间阁摕到一张，哦，这张就期待吃到一口300元的台湾猪肉，哇，啊，这都本身就真担心嘞，啊，哪担心？你看伊后边的结论吼，日本是开放，开放。啊，这个美国的猪肉，啊是要透过伊的产销履历啊来做一个行销包装的。这个是不是本身担心，就是讲是不是政治诈骗集团过来啊？跟咱即马所谓坊间的讲的华甲湾，过去安尼讲，即马佫安尼讲，安360度安尼要甲弯过来，这个华甲湾是不是又要重现？过去。报章杂志拢有伫安尼讲，民进党过去在野党的时候，要求进口的肉品瘦肉精要零检出，并且呢，佫表示哦，拿美国的猪肉之外，将要叫马英九来落台，这是非常的严重，佫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代志。最近，咱嘛有听到。准农业委员主委曹启宏先生已表示，台湾无迄个能耐，无要开放瘦肉精美国猪肉的进口，哇，这就严重啊咧！新政府也未上任，伊就开始来起诉。我伫甲看，民进党不单单背弃伊过去讲的一贯的主张，嘛背叛了。全台湾人民的猪农的信任加寄托，毫无疑问，这就是啥？残害台湾人民食品安全权益啊，加健康。目前，咱大家拢了解，国内猪肉一公斤差不多是71块至72块。那开放美国的猪肉进口吼，伊的价效吼，差不多会放到一半。这是非常的严重的，会严重到咱每一年生产差不多40-50亿啊，这个台湾的市场吼，会影响偌济人呀？50000几个吼，这个猪肉这方面的从业人员，所以讲本身马上要呼吁啦，咱立法呢，马上紧的来新的啊政府，马上紧的来通过这个食安法。相关修法来明定咱国内外猪肉啊，加相关的产品以及制品，拢必须要坚持瘦肉精零检出，瘦肉精零检出啊，这个关键，安尼才会当来捍卫啊咱国民健康啊，加咱农民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宜兰县政府。第报纸有伫看，全国首例要开放美猪，这个瘦肉精降1000，头1000个。2012年3月30日，林馆长你有表示，咱宜兰县制定零检出，要哪制定？要用地方自治法规。即马你的立场有变无？你嘛讲。那甲中央抵触，必要时你嘛申请宪法，
你阁强调，若无恁检出，人民会陷入食安危机，政府就应该负起责任。伫遮，等下我嘛要拜听咱林馆长，讲话有算话无？立场有变无？有违背你过去的承诺无？啊，什么时阵你要来制定上议会地方自治法规？这当时要来上议会，啊嘛，而且爱有。拒用含瘦肉精肉品自主管理商店标章的申请要点，即马是毋是继续有效？后摆会取消无？等你一并说明。好，谢谢哈。来。即马先来报告一下。好啦，出一个啦。先来报告啦。先来报告一下，今日工作报告一下，会使。有啥子？拢恁在注意。妈的啦，参详一个人就拢安尼。好啦，是这讲讲出一个啦，来杨议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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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都拢安尼骂你啦，对啦。主席啊，馆长。啊？哇，现在整容会部长啊，哦，曹部长，一开始。发一枪哦，头拄啊提案人嘛咧讲，伊同意美猪美牛进口吼、哦，啊江华魏明谷啊吼、哦，县长的民进党吼，伊、哦、第一枪反对吼、哦，啊我是讲伊讲我中质询 MCA 时间报告有请教馆长，到底宜安馆对这个态度是反对美猪进口？啊，馆长甲我讲是反对瘦肉精。好啦，啊，既然说因为这美国这民主这压力太大，这种政治事件咧，啊，我是讲伫咧咱地方政府哦，你不是做这好也做咧反对，效果嘛无真大。但是既然讲我就阻挡美国这个猪入来台湾，但是因为你入来台湾头路啊。听下你嘛，你讲对这整个咱本地的猪啊猪业从这人的冲击太大，这是这部分。但是既然因为新政府若不开放，较早新政府抱着反对的态度，新政府若不开放，咱宜安关嘛是无法度，就是啊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爱把关林检处啦。啊林检处，我即嘛假使若真正讲新政府大概二十日。就近嘛，啊！你若假使讲开放者，咱的这个把关，这个自主条例爱关修正，啊无你无法律依据啊！我是希望讲馆长对这個、你的态度到底是反对美猪，还是反对瘦肉精？呀，那是讲不反对美猪，反对瘦肉精，赶快把这个自主条例把关。对一旦县民的安全做些靠有保障的，多谢哈。好，多谢。拜听馆长的意思啦，再来讲啦。啊，吴远，吴远，我叫你吴远。主席哈，我们同仁，那馆长跟我们的三个两个处室啊，然后科长，其实今天的题目是主要是。问咱馆长哈，阮馆长对这个瘦肉精的这个零检出的一个态度，其实阮过来讲，较讲嘛，讲遮个啦。那其实他都杨议员也提到了，这个不管是猪肉或者是牛肉，我们在这个食安的问题上面，可能你讲到了，在这个报告里面是说，他这个跟囤积在身体上面的这个累积的效果是不会，但是。咱既然较早，咱的那个咱的养猪的习惯就没有在这个
饲料上面加了这个瘦肉精，所以这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在瘦肉食用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接受以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您检出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县长我们还是要坚持住。美哉公换了一个换了一个雕爹的往的脑袋了。哦，既然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坚持，我们后面不管中央政府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宜兰县一样要这样一个态度。因为第一个，我们的养猪户的这个一干我们那里屠宰场，我们的那个肉品市场的总经理的，莫主席，咱低是欠，低欠一定爱为南部来，啊，咱你买这个进口的话，啊，这咱你就用这来个进口来补这个不足的话，一定会冲击到我们的这个猪农的这个生计嘛。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我们县民的一个那个食安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既然我们这宜兰县有这样的这个。把关的话呢，这个自治条例一定要赶快哦，在我们县政府不是中央政府还没有正式开放之前的话，我们就先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把关，然后我们才能够因应将来真的如果美猪美牛进来的时候，我们有用这一个自治条例做一个把关。哦，谢谢。好，谢谢。那请那县长来回应好不好？哎，主席，各位议员，大家早哈。那针对瘦肉精这一个议题的话哈，我先跟大家报告，就是说，那针对食品安全呢，那发生了很多从那个塑化剂啦，那还有很多的那油的问题。所以在101年的时候呢，又针对这一个美牛要开放是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美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基于了我们的县民的健康，那我们也针对这一个。那这个瘦肉精对于我们整个去整理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保障我们县民的安全，食品安全。那这个同时呢，在当年的七月的时候呢，那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 Cortex 呢，它也把它定为，那它的容许值是10的 ppb。 那所以针对这一块呢，后来我们那国政府呢，也针对食品安全呢，有做更积极的作为。那所以说，它在本来是食品的卫生管理法，后来就改成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那这个里面呢，它的罚则都提高到最高到2亿了。所以整个的内容呢，其实都涵盖了各县市呢他们的需求。那也针对食品呢，开始做更严谨的标示。那从源头的管理呢，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个3款5卡。那里面呢，三管就是源头的管理，甚至到境外的管理。那进到里面，然后到我们的卫生机关呢，我们的地方的那种住址管理呢，我们也正在加强。那当然，食品工厂里面它的整个的 HACCP 里面的规定呢，也针对食品方面有更严谨的那个标示。所以另外呢，在整个的来源里面呢，农业处方面呢，因为农委会目前对于瘦肉精这一块它是属于禁药，所以台湾的畜牧业呢，它是不可以使用的。那而且呢，到现在都是没有开放的。那针对这个呢，但是源头方面呢，我们县内对于我们的畜牧场，甚至呢，我们每天呢可能需要的猪肉进来宜兰的话，大概有60%。那个农业处的那个动防所呢，他们针对于整个的饲料的管理、饲料的检验，还有进来的那个畜牧场的检验，每年都有超过将近100场以上的检验。那至于说后市场到上市的时候呢，我们从101年开始呢，我们有针对这一块呢，我们有加强。那整个呢，要检验抽验，我们甚至呢，对于那个残留用药，包括瘦肉精，包括抗生素，都有做积极的抽验。那在整个里面呢，在101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因为进口那时候还没有管制很好，有找到一家有含有瘦肉精的，后来都下架，然后回收了。那到现在呢，目前呢，包括我们的团膳公司，包括营养午餐，我们都有积极的在做检验呢。那到目前为止都是零检出。那我们也希望呢，那时候也定出一个，就是让民众呢知道，整个你在去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你的来源是哪里。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做一个安心标章，就是说你的标示呢，你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你那个澳洲、纽西兰、台湾的话，它一定要标示。那我们也积极的在做辅导。
那目前呢，到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在做。那我们有安心标章的申请的话，也有将近200家。那对这一块呢，我们还是要积极进行。那针对于美猪脚进口的话呢，那因为农委会他们对这个是禁药，所以我想类似的情况呢，在宜兰我们也会积极的做，从源头到使用端呢，我们还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做更积极的、更精确的那种管理。那还要做标示，那个很多呢，为我们未来，哦，我们不管是一般老百姓，甚至呢，我们可能重点要在我们的协同营养午餐、我们的团膳公司，甚至呢，我们未来的长者、我们的长青食堂，它的来源，不管是牛肉或是猪肉，你还要更积极的那一种检验，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吃到说，那是没有含瘦肉精的我们的那个的肉品以上。陈燕，阿丽主席哦，馆长阿丽，阮局处长哦，对于拄阿丽咱局长报告，阮拢同意。咱讲实在，那县府对于瘦肉精零检出是态度啊，你也重点嘛，你也无咧讲啊。你现在对美牛这一件事情哦，啊，阮拢感觉，地管户之间的零检出，你的阿丽馆长啊。你伫迄个2011年的6月13号，弟弟啊，宜兰县抢先全国订零检出这个啊，美牛要进来是 PP， 0.01B2 的 PPM， 这件事情中央买几百，你起码你也讲，最重咱被罚款10万，全国为第一个零检出的限制哈，啊嘞，现在中央要是强行瘦肉猪要进来的话。美猪要进来的话，关掉嘞。你的意思要是安那？啊，是讲你现在你要把那个现在那个咱那里宜兰县的肉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啊，你要给我提出来。你当初都没提出来啊，法则也没有啊。你现在在宜兰县说美猪嘛，美牛跟那澳洲牛，你现在标示出来，我现在不看，现在到底有没有在做？都要哪天啊，搞定你讲，你们还有继续在做？还有在查验零检出这一个区块，可是呢，现在起码小英政府还未开，还未上任，你就讲美猪要开放瘦肉精要进来，美猪要进来了，迄当初咱不是反对干嘞，关对嘛？我要拜听你的意思啊！啊，你人讲，现在可以考虑到一份一口300块的迄个台湾猪肉，咱的山猪肉敢你输迄个日本的迄个山猪肉，迄个猪肉吗？我感觉你真怪，你本末倒置嘛！啊，你变啊精致农业，对整个我来讲，你啊信誓旦旦，你啊都有法都在零检出啊，零检出这一方面你有法度无？馆长，我要拜听你的声音，到底中央来开放美猪进来的时候，你要不要再出零检出这个咱宜兰县特定的条例？我希望讲你这个条例赶快拿出来，啊，咱跟通过，咱宜兰县上好拢无瘦肉精这个问题。好，一雄。好嘞，迄个吴议员，迄个主席吼，馆长啊，甲所有的局长、处长吼，各位同志，馆长你拄只你足无礼貌的，局长才是叫你报告嘞，唔是叫两个叫卫生局长俩，你安尼使袂使？主席啊，听者啦，看者啦，你咧干唔干？你咧干啥？啊，你使未使啦？馆长，你来个遮叫你报告，你来报告，你未使提叫别人报告，你知未？你藐视局长，藐视议会，你知无？你啊，你无礼貌，你知无？对无？人目的要听你的声音，听你的看法。卫生局你都照伊照你的市政报告，照伊的报告遮写出来嘛？伊阁讲一概念，等于毋是共款，对无？人要听你馆长你的做法，你的看法。目的是安尼，那叫你，你叫伊，啊，我连咪咪叫袁正贤议员了，对不？你未使安尼啦，你莫笑笑，我甲你讲事实，我甲你收好你哦，张超局长在你甲讲，你啊对着恁馆长都拢招呼你，啊对着别人都安尼讲话遐歹，其实你馆长你也唔对，你知无？你也无照一个体制行，局长甲你才讲馆长，你换你报告，对不？你叫卫生局长，卫生局长是啥？伊咧做做，伊明仔载会使无伊来啦。你不要做啦，不要去吃头路啦。你有违法无？
对不？咱即款受看，你都过去，你才坚定，宜兰台湾省你拢做头一名的，对不？一届这你的看法，对不？民进党换屁股换脑袋，啊，你有继续往那边对安尼行无？第一点安尼尔嘛，对不？因为迄款的物件都讲得遮严重，一直反对反对，咱宜兰。管六你嘛带头的反对讲，这个瘦肉精这个问题未使来种种，对不？你反对较积极的啊，那你结果你就来给话讲，无要紧，啊，无意见，啊是什么情形？你要讲出来嘛，你叫局长来解释，这非常不适当的啦，你要尊重局长，对不？啊，你就这款情形来讲起来，民众的积极反对讲，马英九绝对未使和美国这个牛肉、猪肉拢未使之外。啊！你结果即马落去，要袂就一年，即马都逐项拢要有钱嘛？这无钱嘛，讲袂使哩，要遮严重无？啊，管理你的看法，你是要对中央安尼行，还是咱既然照你讲的，咱绝对要保障咱台咱既然的诶，这全民帅气，咱绝对彻底的，咱袂去用，咱要改反对，要听出你讲的话唔只好，卫生局长会使讲啥，会使裁决啥无？所以讲哦。管理你要做得较担当者，你袂使对人安尼行，你要为宜兰全民来设想，袂唔是要为中央来设想安尼啦，吼、哦，以上。好，请县长，请县长。啊，台北主席、陈局长，啊，感谢咱提案议员、委员甲各位议员的关心，吼。啊，我咧遮头拄啊先来先请啊，这个老局长先报告。最主要啊，为着议员拄啊讲到，咱即马啊，伫执行是毋是甲101年目前的这个执行内容是毋是同款？所以执行面先互伊报告。啊，大家要听就是讲咱的政策宣示啦吼。我咧遮甲各位报告。头一天咱开幕时，头拄啊有议员嘛讲到，我讲啊足清楚，咱宜兰县为着全民的健康。咱绝对反对瘦肉精，吼，而且要保持零检出啊！因为你即马现主席诶，即个开放，各位爱知影，牛肉伫101年都已经开放啊，开放。所以咱当然是咱有安尼话，我们是提高消费者的意识。大概知影有一个数据，即马比诶所有牛肉进口占咱宜兰诶全台湾93%，因为咱本地牛肉较少。啊，外国的猪肉起码没有含瘦肉精，起码有开放，敢那占咱所有食的猪肉7%。所以目前看起来，咱宜兰县大家嘛知影，咱肉品市场贵会的监督，咱一年差不多120,000只，但是这120,000只，咱是食温体猪肉，好、哦，咱有食冷冻肉，冇食温体猪肉，就是咱的习惯，较习惯食温体猪肉，但是咱宜兰县饲养只一半，超60,000只，所以。咱今仔日这个主题是针对瘦肉精，哦，其实你欲反对倒位个猪、倒位个牛，其实迄拢毋是咱的责任，迄是中央政策。但是咱必须爱兼顾咱国民的健康，因为饮食习惯无同款。各位知影，当当时咱现在开第一枪，因为食牛嘛，咱甲一般西方欧美的人食牛肉无同款，因抹的内脏骨髓。烧伫咱台湾来，各位知影咱食牛肉面，控的汤是用骨头脆，啊，佮咱爱食内脏，像咱的牛肚，吼、哦，啊，佮其他的即个内脏来讲，因外国人无食，但是所有的瘦肉精啊是添加物，最后残留最多的就是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是为了那个健康，当时我们不是说反对那个马英九总统的政府去开放。美国牛是我们反对那个瘦肉精，风险上没有评估。当然，是够一个标准较严重的是 ，CODEX， 就是全世界这种啊食欲的这个法典内底无定标准，因为瘦肉精敢那美国有，其他欧美的所在较少。我们当时是防止两个，一个是狂牛症，一个是瘦肉精。所以对于这个代志，咱的坚定立场到目前拢为止。所以今仔未来。第贸易谈判要开放多起来的项目，宜兰县政府绝对坚持我们的牛肉、猪肉
尤其是猪肉的食用，咱甲一般的西方佫无同款。咱爱食猪皮，你像咱食卤肉饭，所以对这种内脏也是皮肉，咱的食用的这个方式啊，尤其是咱社会人对于这种啊添加物的这个啊这承受力啊较无够，所以咱必须对咱会当做，即嘛很多研究是都伫做。咱的营养午餐，咱的招标的规范绝对有加一条，绝对不能有含瘦肉精的肉品，哦，在这个啊这个我们品项里面。那未来我们请那个卫生局这边跟社会处这边，对于那些长照机构，那么改做行政指导，这些瘦肉精的肉品不能在我们相关的啊这个通路里面来出现。那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做溯源管理，就是那些收的卖场上架的这些肉品，那一定要要求标示。第一个标示产地，标示内容，安尼这东西咱卫生局很重视管政府的这个环节的动作。至于贵会就是讲，咱如果将来为着要让咱的国民更加健康，咱是不是要定更加严的标准，比中国更加严的标准？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因为你要定更加严的标准，咱当然通过以后，其实迄种的你是不是要甲定做有法则？但是你要追求中央的标准是不是有效？好，哦，所以咱到尾啊定的，现在到尾啊，对牛肉开放以后，咱全咧无过去定，因为你呐要甲定法则，你抵触中央是无效。但是我们是可以一个宣示，甲咱宜兰县定这个有机农业推动自治条例，甲各位贵会支持的我们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一部分的迄个内容，赶快。如果这个部分我们是一定会面对的，宜兰县政府跟我个人的这个态度，绝对甲贵会全体议员，咱为着各家国民的健康，立场拢一致。好，哦，我想安尼，咱绝对袂讲像他拄啊啊，有几个议员讲，不要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我想咱今日伫讲这个议题，推向甲101年，咱来讲，甲这人主任伫讲的拢代志拢赶快，其实咱拢无什么啊，无什么真重要的。啊，这个无同款的，这个意识形态伫内底，咱只有跟他讲一个标准，对咱国民健康有利的，咱拢坚持就好啊。我想安尼都无什么有争议的啦，吼。我以上来做这个补充，感谢。好，陈爷。拄我听馆长你在讲这话吼，我嘛相信你讲的话啦。啊，不过到时候你怎么去执法，我也无了解啦，吼。你拄我讲有，会抵触到中央法令啦。你迄当初你讲吼。基于对县民健康安全的守护责任，啊，地方制度法规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事项，宪法也有规定，啊，应保障人民生存基本权利，啊，自治条例司法性绝对没问题。所以说馆长啊，这个肉品的定，啊，连检出的这个肉品的那个自治条例，啊，我希望说在这机会还是说这两个月里面三个月给你啦，是不是提出来？第二代进前，你有法度有没有办法承诺？我希望讲，馆长啊，既然没有抵触到中央法令，你也来讲零检出这一个方面啊，你有信誓旦旦啦，也不是说你为了让你管民的那个身体健康嘛、安全啊，来做这里定这里零检出嘛。啊，我希望讲很多的肉制品啊，啊，不然说那美猪美牛肉制品，那你肉品，咱没办法去关照这一些的呀。零检是瘦肉精，你看得到吗？哦，我希望说，既然哦，咱那个馆长哦，第101年有承诺，我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哦，把咱肉品的零检出的自治条例赶快出来。馆长啊，你有法度无？哦，以上。馆长，我拄啊，甲你请教，你拢无讲。第一个，中央制定的法令若开放，咱宜兰县呢要宣誓的时阵。甲中央提出，你有要阁继续申请县大法官解释无？违宪无？你拄啊无回答啊？第二，我拄啊甲你问啊，咱个地方自治法例，你当时有要送来议会审吗？零检出啊，瘦肉精零检出啊，这两个你拢无明确来做说明啊？吼，哦，啊，恁拄啊含卫生局长甲你讲的迄套，你的书面资料。爱记阮所讲的，即阮拢真清楚。阮爱的物件是讲吼，政治不要滑脚弯啊，安尼弯来弯去啊。拄好你嘛讲啊，
立场无变，啊，立场无变，无要紧，你即马都要敢讲。我当时啊，要送来给县议会这边来审，审地方自治法，好审无过。啊，你拄啊遐内容，就是你拄啊讲遮个。啊，你明早我都给咱所有县民来安心嘛。啊，嘛较明确宣泄一下啊，你拢唔是咧？安尼安尼，轻轻啊，轻轻啊，背一个，背一个，安尼都大家要放心。哦，是不是这个较明确一个？这未耽误你一分钟的时间啦。第一，要向中央来做视线无？您第二，主题话当时要上个议会，安尼了嘛？好啦，咱来做一个决定啦，好不好？安尼啦吼。无啦，馆长要讲哦。有，咱都做一个，咱来做一个议官。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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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啊！你即马甲你讲事实，你到时会阁亲像部长安尼无？美国压力开，伊讲无就也袂使。啊！即马话你过来讲，我无法度抵制中央决定，我嘛共款来有钱嘛，会安尼也袂。即马通惊就惊你这个问题尔，你著解释较清楚。绝对，如果中央若真正要自卖这个啊，美国的猪肉、牛肉、宜兰县，绝对该抵制到底。安尼一句话就好啊，绝对该反对到底，安尼就好啊，好不好？依法令啊，中央哪只讲无这个实施，也无法做了。咱地方无，伊无法做都无抵触啊你啦。啊，咱地方还主地，咱地方的主地话，就叫咱的权责去上来议会，这个都无问题的。这个表示议员官哦，第都是有影第一层。这叫坚定啦！啊，你若无中央无法做，啊，县政府佫无法令，啊，你要从安那去接个去执行，这是捉迷藏嘛？俗话个讲，咱宜安县哦，苏洛金临检出自治条例，咱一定爱定，一定爱上，但是爱较紧上，卖美猪美牛进口之外，咱个台湾拢六成拢伫外县市内，啊，所以讲像这个，迄人阵都未赴啊，安尼表示县长今仔讨论这個，一个坚决的决心，看这个时间点，看当时要不送过来呢？好，我去补充一下吼，我拄仔讲过，咱立场拢爱一致。牛肉已经开放，而且已经开放瘦肉含瘦肉精几百，101年都几百。啊，咱大家讲的讲好，要试线没没有问题。我即马管政府都马上同他申请试线，吼、哦、啊，因为你牛肉已经开放啊，啊，猪肉你讲的这是假设性都还未开放嘛，吼、哦。你即马是要要求讲啊，咱一定要有一个真清楚的立场。第一，牛肉因为瘦肉精，我当然是你发表的是大家爱去看迄个一个过程，当然是国际法典 Codex 还未定标准，中央还未定标准，咱讲以后。咱讲以后，因即马就叫国际十 PPB， 大家通阿去网络上面去download。现在就十 PPB， 他都用语文所讲诶，过去没有法则，现在也有法则。相关法干两页，但是伊分做内外，就是国际叫国际标准十 PPB， 啊，但是呢，国内禁用瘦肉精，吼、哦，所以基本上目前诶制度就是安尼。啊，你要坚持？就是要坚持，就照这个标准。啊，咱即马就算讲我无定自治条咧，管政府立场拢共款啊。我即马咧营养午餐啊啥，我就是要求袂使用。啊，咱那如果大家要搁较清楚的，就是讲，我们现在又把那个啊申请那个自主管理那个标章，大家要会记咱当然是安尼讲伊啊，大家拢会入去店面拢会看，啊你即倒位啊来？所以大家拢会先选择讲我要食澳洲牛，啊袂去选择这个美国牛。好、哦，所以这个部分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效用。所以基本上，大家现在在讲的事情，其实这两阵啊，咱在做的差不多是跟大家在讲的这个方向同款。啊，你现在在讲假设性后边的问题，啊，你难免误会讲，
怀疑讲我有什么专变。咱只要选定一个标准，就是讲我们拒绝瘦肉精，我们要要求在宜兰县，我们希望鼓励大家都零检出。那你若大家就是讲要甲定法则，但是我头拄讲的中央标准即嘛10 ppb， 你有法度去甲要求伊去改无？现主席就10 ppb 啊，你哪去看这个规定？好，所以后壁咱就是讲，你嘛是爱甲国际接轨，你袂使讲，迄个咱讲要安那就安那。当然，是因为拢阿袂标准，所以我一定爱开第一枪。哦，各位要知道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所以大家你怀疑讲，啊，我是不是有什么转弯？啊，这几年以来，那有什么转弯？我们只是希望怎么样来保障我们县民的健康。那现在虽然有一些政治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嘿，个人来讲，因为产业就依然农业的。低农的产业，我都话提一点好，各位参考就讲，我们现在宜兰的猪农的产业跟中南部的产业不大一样。我们这几年还是要更进一步，希望农业处跟环保局要来继续辅导。啊，那无咱即马一年六万只，惊做嘛保未掉，因为环保的标准，大家邻近的这个组合要求愈来愈高，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进一步要去辅导跟有政策，所以。贵会你讲的这个代志，我想安尼分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兼顾咱国民的健康，咱安尼去守护咱的原则。那不管经贸谈判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照顾县民的健康。第二个，不能影响我们在地的农业，尤其是畜牧业。那这个冲击，你就要比照水稻当时 WTO 开放的时候，要有保证收购。不能造成我们产业的冲击，所以这两个面向咱来做后，差不多大家关心的问题，咱都会当吼，会当有一个考虑。啊，过来，搁较要紧嘞，我感觉咱各管区有这种压力，有这种声音，能够让中央去谈判的时候才有筹码。我想这个过程，大家拢知了吼，咱第经贸谈判一定有真侪过程，我们都要赋予我们。未来去参加谈判的我们中央政府要站在国民跟国家最大的利益去争取，好，这是我想我们都是跟贵会一样，好，站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基本价值，我们共同去守护我们的这个县民最高的权益。好，以上。好，谢谢啊。这边请一定主题条例，还是讲坚持这个原则？定主题条例了。好来好来，好，请为确保消费者食用肉品安全，保障县民健康，请县政府订定本县肉品瘦肉精零检出之管理制度条例，送本会审议，就这样了，好不好？啊？再下次大会进行。卖讲啊有啦，啊，安尼就使啊啦。无啦，欸，我跟你讲啊，主席，对于瘦肉精吼，这个问题啦，拄啊，咱馆长无讲无着重点啦。那瘦肉精啊，现在肉品哪种加工品的话，还是内脏啥物啊？个迄个我厉害咧，对不？所以说，如何保障我们县内呢，让人饮食安全呢？我干嘛赶快订定出来啦，在下一次大会的时候啊，提出那个零检出这个肉品的自治条例啦。好，玉雄。好，谢谢哈。那这个专案就到这里来结束哈。那继续来进行。有效了呀，在下次大会啊。慢慢讲有啦，你叫我讲了。没关系啊，你提再提，你也讲伊都不爱提啊。人家时间的有一个时间表啊，奥杰时间表出来了。你说唔敢？你说唔敢点哦？哎，我久咧，还过六个月咧，还过六个月咧，够需要。啊，无你讲遐做，今日开这个会要创？我就是要求讲伊提出来啊。六个月，下次大会进要来提出来啊。你安尼，你哪里惊啥哦？我这规拢卖提啦，安尼好无？你敢有需要，人家讲你就听者。你安尼对无？人家甲你建议啊，你讲嘛出去大会议事。好，请问大会啊，请问大会来吴议员。刚才王毅议员讲得很好，我小货卖提出来了。啊，管政府好，要求就好啦，以上。啊，啊，咱就甲决定，咱就甲做，咱就做一个结论，讲说请伊提出来。啊，请提，即卖你嘛一定要有时间，你叫阮创个下集再提哦。
不是啦，其实这结论嘛是一个。啊，是要换国民党做官掉在的。对啊，虽然执政者当然伊是去。无啦，不是啦，既然我咧讲啦，咱官掉就信誓旦旦，顶届就讲要提出来，今仔未提出来，提五六年也提未出来，你呐。啊，即马佫提出来，毋是同款，即马佫有六个月佫提出来啊。我局长啊，我甲伊讲个听啦。其实吼，你要甲你讲这個，我呾讲一个人，这個、大家拢晓知啦。苏州金，你去看啦。即马话民进党要执政啦，苏州金即马讲要几万，即马对无？较讲话国民党即边伫讲，对无？这大家已经真明了啊！你是唔敢哦？你唔敢叫官僚提出来哦？对无？你安尼倒好啊？你对无？你个财嘞财。问官长讲，你有困难，若有困难，卖提啦，安尼好无？别讲话，别讲。唔是啊，即摆是查过，咱即摆就是。无啦，伊十二月有困难无啦？你问安尼有困难无啦？十二月啊，系啊。是在那个啊，下次大会之前啊。好啦，无论哪决定就好啊啦。对啊。都十二月以前，十二月啦。无啦，下次大会之前啦。今年年底已经贴出来啦。好啦。哦，叫做啊，今年年底已经贴出来啦。哦，安尼啦。哦，就这样哈。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来进行，第八个专案哈，就是县政府执行 U-Bike 依然罗东之执行方案及情形，啊，这个专题哈。那请相关。主管啊，来这席。好，请问大会，咱先讲完，你先讲。好，来提案人。议长。我们议会有给那个县政府一个公文，就是对于这个 U-Bike 这一个办理的情形跟他的一些问题哈，但是还没有看到针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解说，没有说明。啊，你这边你先讲，咱再来讲这嘛。有道理，有看到无啦？你对无看到啊？有转给你啊？敢无吗？无、啊。没有啊。哦，可能哦。先说明了吧。秘书助理，你赶紧提一份，提迄个影印就大家看一下啦。又甲恁答吧，系啊。那无转出去哦，敢无吗？啊，紧拢紧来，紧影印。好来，那请那个。再继续好不好？好，请。安尼，再来，咱再来，再继续好不好？没迄个了。系啊，你无提来，咱好好休息一下，好休息。
好，好，谢谢大家哈，我们继续进行议程哈。那提案人，我那个主办单位先讲啊，行啊。好，那请那个林处长来先行说明。议长、各位议员还有我吴议员好，提案人，那首先跟各位议员李氏先生报告，有关于这个县政府在执行这个公共自行车方案的这个专题的一个报告。那首先说明一下，这个案子现在还在签办过，就是评估出来之后还在签办，还没有正式的这个上网招标的部分。那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政策呢？大概分为几点。第一个部分是我想公共自行车的部分，在现在全球各大都市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工具哈，它是提倡整个节能绿能的风潮的一个运输的一个工具，那也可以达到永续绿能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那公共自行车的部分，其实是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一个先驱的引导式的方案哈，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东西，希望在宜兰的这个宜兰市还有罗东的地方这我们两大的一个生活圈的部分来建制哈，来达成我们这个公共运输的最后一里路哈，让它可以到集门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概念。那有关于整个规划，现在预定规划的内容是总共预计要建置60个租任站哈，那预计30个租任站在宜兰市，然后30个站是在罗东及周边地区，因为罗东旁边有广兴，还有其他的5节地区的话，都会纳入在整体的一个规划里面。那整个建制的这个公共自行车的部分总共是有1500辆，那预估的经费分为7年来建制哈，那前面的建制期的部分大概每一年需要有2000万的这个部分，那后续的部分依照这个营运的部分预计是4.5年来分年的一个编列。那设置的地点呢，基本上会以火车站、转运站、公车停靠站、政府机关、学校还有一些主要的观光景点，以及我们平常生活的一个区域，例如市场、夜市等等的一个区域来做整体的一个布设。那平均的占距呢基本上是在200到1000公尺，因为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区域的点会比较远一点。那后续的这个经营管理的部分呢之前县府已经有邀请宜兰市公所跟罗东镇公所来讨论这个分摊的事宜，那基本上建制的费用是由县政府来指引，后续的营运费用跟这个后续可能有一些推广30分钟免费的部分呢，由县政府跟公所来各出一半来做这样子的指引。那两个公所也初步在4月底之前已经有正式的回应，那宜兰市公所已经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分摊，那罗东镇公所的部分基本上也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来推动。那不过就是他后续有一个说要视财务收支的状况来评估编列预算，还要提送镇代表大会镇代表会审议通过之后才能来分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现在另外最后一部分就是说105年这个预算已经在去年的这个议会审查会已经有通过。那刚才有提到整个公共自行车的一个建制，其实是在完备整个公共运输的一个最后一里路哈，提高我们公共运输的一个服务品质。那预估如果有前30分钟免费的部分，那公共自行车的转速哈，平均应该会有在4次以上哈，一天会在4次以上。那我们预估一年可以使用的次数有219万次的部分，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部分的大概是852公吨的这个碳排放量。那如果没有实施30分钟免费的部分，那一年的预估量大概是109万人次，那年减碳的部分大概是426公吨的部分。那刚讲有关于这个自行车的一个推广的部分，其实跟这个是一个进步城市的一个象征哈，那也是一个生态永续绿能建筑的部分哈，所以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系统的一个打造，然后来打造我们宜兰成为一个智慧绿能进步的一个城市。以上报告。好，吴燕，
主席，我们那个郭同仁哈，那县长跟建设处处长哦，县长，刚刚我们处长的报告哈，其实对这个 U-Bike 的设定，我相信所有的同仁都认为它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一个在节能减碳跟为我们的这个环境这个爱护上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其实，当初我们在省那2000万预算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它能够真正落实这个U-Bike 的普及。那后来我们也决议说，宜兰市跟罗东镇两个地区来设立这个U-Bike 的这个设站。但是据我所知哈，宜兰市是比较单纯，30站都在这个宜兰市的境内。但是罗东镇的话呢，它只有12点，这12点里面还除了还有一个就是第二行政中心，第二行政中心是在五结乡，然后呢，罗东高工也在五结乡，那就是只有10个点在罗东镇，那你现在要让罗东镇负担跟宜兰市一样的这30点的费用。后来我们有说要找了东山跟五结来这个一起来负担这些的这一个费用，但是据我所知，好像这两个乡镇兴致缺缺啦。啊，所以刚刚处长都在讲了，就我这个预算呢，编内的预算还需要镇代表会来通过，没有错。这个所在，敢那放1/3的点。在我们的罗东镇，你村的，你也要叫罗东镇来负担东山跟五街的经费，你这样敢说有理，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你这个我们今年的预算只有2000万，宜兰市1000万，罗东镇、罗东区西南地区只有1000万，我们的建制费用需要到6000万，啊，这钱你要对来？啊，除了建制费用以外，你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前三十分钟啊，你说前三十分钟，但我们都有4000万的这一个需要补助的这一个经费。那管建我出一半，啊，出了一半，宜兰区出一半，罗东出一半，所以罗东变就是宜兰管建我出2000万，宜兰区出1000万，罗东镇出1000万。那这样的一个经费的这个分摊，告我利啊？那我们的经费哪里来？我们现在只有2000万，2000万和罗龙委、罗龙定工说跟宜兰区去啊？啊，你的经费都要来？你这6000万的建制费，包括你个补贴的2000万、8000万，几倍都要来？还没有看到，你怎么你有没有办法说我要做呢？然后再来往后的这一个6年，我们总共7年。7年的建制上面，每逐年我们还有一些经费，好，那时候我们逐年编列的。但是到了7年以后，合约到期的话，这些租赁设备转移给县政府，没有错了，建制费是我们县政府在出了。那后来的、后续的，去年一熬，在我们的这个维修啊，这些的补贴的这样。是袂够你宜兰市公所，还是罗啊个罗东镇公所到出，还是全一概全部拢宜兰管政府来出？这里有没有讲清楚呢？不能光只是那边空口说白话啊！基本上现在我们的林县长的任内，我都讲好了，我要做 U-Bike 啊，就台中市赶快啊 BRT 啊，啊基本上我林佳龙去市长接来，主要收起来，咱嘛要安尼做干嘛？啊干嘛安尼做？可以吗？那这些钱，我们用罗东镇公所来讲好了。罗东镇公所，它的这个免费公车一年才七百万，一架钱起来，多编几个免费公车都好啊嘛，对不对？当然，我们认为说 U-Bike 它有它的推展性是很好，但是如果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本席倒不如建议，因为罗东这边。我给党说，你是跨乡镇的，本席建议呢，我们把这一个。
好，张秋明，张岩。大会主席，林馆长、处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针对这优拜客，在咱两个大都会地区来行事，本身感觉讲是真好啦吼。尤其会当过对到邻近的这个乡镇，会当参与伫内底啊，更加是真好的代志吼。本身倒是以为，那要伫罗东市内、嘉义人市内，要行国行750台的在自行车，我更加担忧的是，那真正在车安尼出去，伫路的安尼乱乱撞、跨跨飞吼，应该爱个规划更加适当伊的道路，或者是讲伊进行的行的路线。可以当比较骨较安全哦，因为咱的路边停车嘛是一半段完了，要是容许啦哈，容许当停车卖的讲脚踏车跟闲人或是咱的汽车来争道哈，这部分嘛，请管政府会当特别个注意哦，卖去讲这车过去完了本来是一个美意。第四个尾啊，会变作讲无够好好去规划处理带来搁较侪不方便啊了吼。好，谢谢。好，黄定和黄议员。谢谢主席了哈。这 U-Bike 看管政府这的资料吼，1500台啦，一个2000万，平均一台偌济？8万。哦，你看即马捷安特一台偌济？捷安特一台叫2300左右啦。你看，安尼他买几台啊？所以说这个维护费用的持续性哈，跟经费哈，县政府有没有考量到？这方面等下请县政府来讲一下哈。宜兰市30位，罗东嘛30个店，拄啊你冇报告，迄、那个店的建制，迄拢真好，都符合这个市场机制啦哈。但是本身嘛是爱甲恁提醒甲建议啦哈，宜兰市哈。差不多是分4区了哈，以选区来讲代表选区分4区了哈。那平均来讲一区差不多是7店，都2倍店，剩了2店加强重点市的哈，安尼才能够照顾到这个宜兰市民哈，高蛮贵的人迄平均他们的使用率跟使用量哈，分析之下甲您建议一下哈。个另外一点就是讲，您有去注意到无？假如宜兰市公所也是罗东镇公所，经费若发到甲管政府来配合，安尼非常的好啦，安尼但是推动会真顺利啦。如果有遇到难题困难，无法到配合的时阵，也是讲7年内底，忽然间有多一年无法到配合，也是7年拢无法到配合，管政府有没有另外的因应措施？无听你讲咧，是要停摆，还是管政府？自己要所有的系统，还有所有的经费弄个拉起来，全部自己建制。这个疑虑还没有听到县政府的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应呢。好、哦，这个不是不可能啊。有时候每一个单位的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这家蚂蚁，请管教这方面了，多多考量这方面的哈，医生。好，陈议员，陈议员，陈方喜。有了，有了。感谢主席吼，馆长、那个处长吼，各位同仁吼，大家好。迄、那个馆长啊，你讲 U-Bike 吼，这个在整个两个咱罗东甲宜兰啦，这是城市的象征啦，进步的象征啦。可是我感觉是比例原则的问题啦。拄啊，咱吴议员你讲吼，在宜兰市3个点，但都没问题，宜兰市面积比较广大啦吼。那伫罗东的时阵，牵涉到有5节，吼、哦，5件嘛。东山可能3000买一束啊，可能诶，分农业啦、稻叶啊，3000买丢啦。所以讲比例原则啦，我感觉就是讲各个乡镇，大家要安那来出，啊是讲乡镇有意愿。哪讲吼，各个乡镇没有意愿的时阵吼，我讲 U-Bike， 你既然是说啊，把这七年了后，整个 U-Bike 这些公司这些物啊，财产是归于咱管政府的嘛，啊，无咱管政府来做就好啊。
哦，不会让管政府来做啊。不过这里就是讲啊，重新再谈判。既然 UMAC 公司看好宜兰县这个地方，认为讲哎，阿宜兰伊会经营你嘛，无紧，咱找店给伊。哦，七年了，自负盈亏应该来去做，自负盈亏应该来去做。七年了啊，慢慢继续给伊去做。啊，咱提供的地点，咱怎么样？租金一数万就好啊，难免偌济啊。啊，给因公司家己去支付盈亏，我感觉这重新再谈判嘛，再谈判一次。咱若无过去收这个七年的时阵啊，可能遐破铜烂铁再进来给我们管户，咱要创啊呢？哦，我希望讲处长对这个哈、哦，你是不是感觉 UBike 公司再谈判一次？对我讲1500台，对我讲七年的时间啊，八万块摊摊买偌济卡拉车呢？啊，我希望讲咱这个吼、哦。那個重新再谈判啦，啊，唔通讲吼，第一咱做做一下七年了后，哎呀，这物啊过来，会好是吗？好啊，过来，即嘛目前咱宜兰县啊，拢落雨的天气真济咧，骑脚踏车的人到底是偌济人咧？咱拢密集度，咱若骑脚踏车，拢是伫迄个春夏秋，寒天东北季风的时阵吼，咱要坐脚踏车，咱要骑脚踏车。有可能嘛？所以讲 ，UBAC 公司因内底嘛是看车，他们的营运成本都有了，买车的成本拢有啊。哪会使咱重新谈判嘛？咱找所在和 UBAC 公司来遮营运，他们自负盈亏，安尼较好无？好，以上，谢谢。刘议员，大家主席、党议长哈、林馆长、处长，咱各位同仁，UBAC 要做宜兰做到，我是感觉讲。都啊，处长你有报告，这啊是地方啊，进步啊，节能减碳啊，我想较有智慧一种做法咯。啊，当时因为经费上安那分配，咱也希望讲会当公平啊来照顾啦吼。啊，咱但是讲劳动啊，这个经费安那处理分摊有议员的讨论，我是感觉讲劳动啊，伫文议员老店长啊，咱余文华店长。甲从人遐咧做奠定的事啊，劳动做真侪基础建设，啊，老真侪，比如讲像消防、火葬场、甲咱迄个保塔亭之类啊，包括伫咧停车场，这停车场，一年啊，赚1-2亿，赚1-2亿，啊，这当然啊，伫农田的财政啊，啊，加真好，我用这嘛来感谢同时代表会啊，担任主席。咱陈南雄陈议员啊，会当共同啊有智慧啊，伫劳动留遮济即个金鸡母落来，所以讲我感觉讲有摆个即个钱啊安那来分发啊劳动啊，我想勉强还无钱，吼、哦、勉强还无钱，我想这工课啊赶紧来推行，吼、哦、啊拍拼拍拼。好，黄议员，主席哎，馆长、处长哦。各位，咱遮个同仁，大家老早吼，迄、那个馆长，我感觉这 UBike 的推行吼，当然内底有一点讲可能可以啊，节能减碳啦、啊。但是我感觉吼，尤其啊，节能减碳这部分啦、啊，咱即马咱宜兰县会使，咱全台湾省会使算讲学倒来啊吼，咱的机车是咱上盛行的、上方便的交通工具啦。啊，对这方面，我感觉不管咱国家嘛好啦，对这个电呢，电动的东西好像推广啊不是很理想啦，无真很积极去推动，所以有真侪物件哦，你讲节能减碳，咱敢袂使用伫咱宜兰县本身吼、哦，对机车电动机车的补助提高因的补助啦，啊，你讲节能减碳。用坐自行车要来解决节能减碳，因为自行车对咱宜兰县来讲吼，拄啊足侪议员对伊可能产生了后盖吼，无人要坐啦，你像天气天热的关系啦，像咱路的狭隘啦，咱路无够大条啦，你坐自行车嘛造成真大危险，有真侪问题吼。我看咱这个方案吼，会执行啦，当然讲的部分啦，你讲了钱。这是对公部门来讲，这是算讲政策的执行，这是无法度的啦。但是我看啦，
会当用取代别的方式来取代这个方法咯，绝对无较歹。你像咱怎么样子用这个资金啊来塞电动摩托车，哦，你节能减碳塞电动摩托车绝对好处的嘛。所以电动我对我来讲，如果啊有，因为我你看，伫外国啊有真侪城市啊，伊根本我对我都拢用电动的嘛，伊无爱互你用油方面去做嘛吼，所以希望啊。管政府对 U-Bike 这方面，尤其在咱宜兰天后的关系，吼，也是要拢节能减碳，我看也嘛是无啥物有这个功能啦。恁写出来数字，我看有待商榷了，吼啊，以上。好，我来林志宏林议员。好，主席啊，管政啊，咱处长啊，各位议员当然大家好。因为刚都真侪议员拢有讲吼，宜兰多雨的环境啊。真那个使用的频率，那当然一个进步的城市，哦，骑卡拉车啊，这個、健康了哈。咱滴这类欧美国家其实拢有，好拢在做。然后以前主席咱宜兰骑啊，或者是罗东这样的一个友善的自行车环境，能不能跟得上欧美国家，尤其是这个荷兰了哈，它有专甚至有专属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空中走廊。哦，一旦跟车辆做区隔，好、哦，也为了减少碳的这个碳的排放，好、哦，其实都达到第一荷兰是有达到这些功能哈。过、哦、来过去咱雾涛，伫咱东山和清水公园也有自行车的一个租借，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好像无两三年都修起来。我想那样的一个失败的经验。在我们要建制这个 U-Bike，我想可以做咱好来思考一下怎么样的一个营运模式，或许管护家可以委托专业公司来做相关的一个配套，但是都是民脂民膏花了那么多钱，咱也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设施，但是万一如果成效没有达到咱来对下来呢写的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要怎么做一个退场机制，因为咱宜兰卡特殊了哈，那本席这边去建议，其实我们的交通法规，电动公车的部分，好、哦，电动公车的部分目前上路的情形，这在中央在修法了。那像宜兰市来讲，我觉得适合用小型的这样的一个电动公车，可以作为观光客的一个导览使用，也可以让市民来使用。那我们把外来的观光客的车辆、交通车辆。好，在高速公路靠，在这里我们比如说高速公路下面啊，这个车道可以做停车场，我们有个接驳车后，用接驳车的方式减少车辆进到市区，造成市区的交通阻塞。这里保你点爱走，先落实，然后这 U-Bike 不管是咱市民的使用、管民的使用，还是观光客的使用，啊，也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节能减碳的效果。无咱讲今天你有 U-Bike。光可以掐，大部分用车开那个开车习惯还是会开车，好，要不然你就要再搭配相关的大众运输的一个配套措施，好，提供一个旅游套票，好，才能促进这个 U-Bike 的一个使用，好，这本席的建议，感谢。多谢哦，馆长啊，处长啊，当然大家听过啦，那我个人是反对啦，咱讲实在，第一吼，6000万建地落，大家听过啦，6000万。建地落，啊，无法度自给自足，搁爱要变6000万来维护，去到你啦。6000万开落了，则讲你啊收来，就来维护啊，啊唔得着。啊，你讲七年了，车都歹了了，你讲七年，好即地啦。大家听我话，那我讲建地落，啊，你唔是要收费，啊收费你都自给自足啊，你维护都应该免个钱啊，唔得有利，最起码嘛，好不好？啊，第二点哦。你即马干那2000万啊，尔啦！啊，2000万，你怎么要加2000万？就来拼6000万，拼一亿的生意啊！啊，你显然我感觉这也无妥当，你钱赚好再来做啦。哦，第三哦，即马已经进步啊，大家拢有讲到啦，电动的时代啦，拢进入到e-bike的时代啊啦。你即马搁创这個，对人袂对啊啦！讲实在无啥意义啦，大家来讲其他的取代方案啦。这是你若讲真正这会做哩，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进步的象征。啊，而且讲英文啊，搁会了有法度自给自足，啊，就 BOT 就好啊，咱提供场所啊，
人生理人其实即马全台湾拢咧创这啊啦，免咱政府免开钱啊，政府就是你直接先甲你协助土地提供互你，就甲你协解决这个代志。最后我想完啦，因为我选输还是歹势啦，我选过你三星啦，迄路是实在有影风雨无情啊，坑坑洞洞啦，这个叫做啥啦？我感觉朱门酒肉臭啦，路有冻死鬼啦。好，好啊，好啊，我请上来，请馆长啊，什么来回应的？是三思啦，馆长三思啦，你安尼开落哦，财政遮困难哦。台湾主席、陈局长、各位议员先生吼，我唔知影即马是毋是伫审预算吼，因为基金预算才拄通过。如果即个情形是伫当然是审预算，大家都有做即、這个探讨决定。我想伫交通政策顶头，我需要甲贵会做一个报告。交通的议题，宜兰县开始有塞车的问题。交通的课题，大家都希望讲县政府提出各种的解决的方案，这是其中的一个对策。也就是讲，要解决咱这个雪山隧道拥塞，也是讲解决咱故乡顶观光这个游客伫假日的时阵造成像罗东虽然停车的供给本真多，但是遇到假日，咱一般家己住户都无法度出门啊。宜兰市即马嘛渐渐同款，所以大家拢有讲到一个课题，讲咱宜兰县卖予人来，无脚通啊行，吼，就是讲咱伫交通的对策内底，当然上好是家己开车、家己骑脚踏车、家己骑机车，交通的议题，如果安尼，咱就专心把这个交通的动线、吼道路、停车场处理好。但是咱的都市规划早期来讲，拢是做较这个颠倒病，无迄个整体规划啦，所以行较对，靠地拢处理较对。所以雪山隧道通车今年都第十档，即马即交通的靠地，咱即马面对是安尼。所以局长讲的基本上民脂民膏，我林某某做馆长，敢会去乌白开支？如果这是无效的，这是无必要做的，我想我嘛甲贵会同款，咱都同意，即马都甲切掉，卖做。后摆都袂使阁讲。这嘛是其中大家，即过去贵会大家讨论毛讲啊，说什么案爱做无，什么案爱做无？基本上，这嘛是咱伫县政府甲交通部平台内底，你看咱论这几年是咱今年才开始要提出来，是因为甲交通部伫讨论内底，因讲公共运输，即嘛你不管是做咱即嘛正好型公车，还是讲观光巴士，它还是有个极限，因为民众他的交通习惯一时要改变过来。你看现在大家交通跟我们的观光行为，在骑脚踏车，我们希望可以较慢一点，甚至不要机车乌白走，因为你机车乌白走，我们每年的这个 A1 就是意外事故死亡的机车的死亡率上高。我们当然现在大家议员讲一个重点是还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推这个系统，到底我们的道路的这个人本运输，会当互伊行的这个系统准备好未？所以基本上，咱论遮久啊，甲交通部讲了，伊嘛就是讲，伊未来要抵牌照税征收的一部分，希望能够转到公共运输的补贴。即马公共运输补贴，伫公车拢有补贴，咱国道运输无补贴，地方的这运输嘛补贴。咱就进一步嘛，希望甲客运车嘛拉入来，因为你公共运输做了伤普遍。那你可以停车诶，业者的行李嘛歹，所以我们最近大概就会跟计程车业者也要把它纳进来。所以公共运输系统，咱即马即种 Ubike 虽然拢大多市伫做，伊嘛做了不哩成熟。大家记得当当时郝龙斌伫推这个嘛是去用美干咧，这个市议会也是民众都不看好，即马台北市的这个系统变作是真侪这个先进都市拢来甲伊考核，所以。就这个议题，我想馆长嘛也未发包，咱这个对策，他都要大家考虑的部分啦，大概拢是馆长在考虑的啦。为什么咱这艰苦爱去人采工这个系统？像他都啊，温议员、温定和议员讲的，你过去宜兰县民拢发一台脚踏车，咱嘛免开遐侪钱。如果会当安尼做，咱当然安尼做就好啊。所以这个议题我感觉真严肃，
既然贵府有这个专栏，虽然基金已审通过，后边每年拢爱编，大家那就是讲，啊，咱这里都无需要，啊，这个大会做一个决定，管政嘛管理接受，后讲咱这个系统，大家都卖个，吼、哦，卖有当地话，吼、哦，因为这个代志我是爱负责的。交通的课题，咱这是其中的对策之一，吼、哦，其中对策之一。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原来咱甲交通部的部长啊、这个平台有滴讲，因希望咱的公车建置，咱今年开始要收费，嘛是配合中央政策，伊的补贴，伊要继续甲咱支持，咱必须要有一部分收费，未使完全免费。啊，这个过进一步，咱就是要来甲征收讲，我们在这个公共运输把。自行车也能够列入，啊，现在嘛开始要调整，吼、哦，是不是咱要等到中央要补助，咱才要来做？我想贵乡嘛当做一个参考。啊，我伫遮，县政府对这个交通的课题，我真负责任，把这个相关的配套拢甲提出来。啊，其中这个部分，吼、哦，这有一个啊，这个长远的这个建制，当然大家考虑，咱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承担？吼、哦，这我想这拢是咱当然是。提出来，拢有真深远的这个考虑。第二，他拄啊几位劳动节委议员拢伫讲着讲这个分担的问题啊。我想呐，就咱即马伫做的，宜兰市系统还是劳动的系统，各位都不要狭隘用行政区域啦。虽然即马宜兰市的这个行政区域较大，但是咱拢是用生活圈的概念，吼、哦。啊，当然是毋是要？这个负担的比例啊，那我想这东西较技术层面的啦吼、哦。这个我想如果是我们决定这个方向，我们要试看看，那我们就来协调。啊，大家若讲有一个决定，啊，都愿意愿感觉这未来这是一个财政的黑洞，贵乡买单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不是今年这两千万就会当解决，吼、哦。安尼县政府这个案。我们现在进行到这个程度是还没正式发包、哦、我们是把规划跟所有的程序准备都准备好了，我们尊重贵会的决定。馆长啊，你刚才说的话我是真不认同的，你在恐吓我们的国民就对了，恐吓这个议会就对了。刚才议长你说这个有适合不适合，我刚才跟你说七年之后这些财产是咱县政府的，七年了后，这些车，咱县政府有再来搁去营运啊无？啊，这是阿伯是一个钱坑，也唔知啊俩。哎，啊你即马未发包，我嘛甲你讲，你重新可以跟厂商来谈判啦。人都话讲，无要紧啦，用 BOT 案来分标嘛，对无？啊，我头前我赞，我要安那扶你走，要土地我来找扶你放置停车场的地方俩，馆长嘛。你安都用嗲就对啊，意思讲安尼恁负责就对啦。安尼敢有你？迄个敢你会作风吗？你还袂甲厂商来谈判咧？七年了后，遐物啊摕来有机会要怎啊？摕来管路要做财产要怎啊？你有法度你营运吗？咱宜兰县都好啥物啊？我无伫反对咧。要安尼又要去我讲，这城市的文明象征咧。你要跟 UMAX 公司再谈判不才对啊，对不？有什么条件啊？让你去营运做何损失，对不？全国咱的全面的都买晒 UMAX， 咱宜兰县利用自行车道路系统，那把它延伸到所有啊，对不？要安那来做？啊，你到远啊，无两千万，你贵会呐？无啊，我都无同意。馆长啊，你会使安尼哦？既然变了，你要跟 UMAX 公司谈判了好，我宜兰县拢有你去营运，你要哪个地方我拢无要紧，配合你。要不 BOT 案嘛，无免权利金也无要紧啊。你安讲才对呢？你讲个，啊你若卖，卖咱就卖，啊不然恁贵个拢袂使讲 UMAX 这项代志。馆长嘛，做事情不要这么样啊。哦、我希望咱，阮议长去甲你建议嘛是对啊，要来出来重新谈判嘛。好啦，卖歹啦。等下我讲着好不好？好啦。头一摆讲的王国。有啦，头家拄好讲啊。我讲你对这个又拜过这件，你是反对的嘛？对不？啊，过年医生的人说你若无过，我无反对干呢啊！你讲无过。是啦，好啦，我来讲啦吼。咱当时其实这是城乡对抗啦，
最重为对三星来讲。我后尾讲到遐，就不要你讲去啊！我这阮总委是，迄当时咱冇真侪争论啊，哦，你继续讲，对不？啊，阮总委迄条路讲啊，歹听啊，那是敢有要去甲咱关心者讲啊，总委的路来创创较好势一个，对不？大块路讲了大五路哦，差不多啊，足够挡啊啦。自我囡仔时阵，大五路，阮公路咯，美协路，差不多拢先做落行的啦。毛小，迄主任车往哪坐？馆长啊，你有一天你坐主任车来，阮大湖路坐看，好不？院长啊，我讲话啊，馆长也不听啊。我知你这我拄啊讲过啊，我主任就是说，路有冻死过，就是咱，比较咱遐，咱的路是怎都十五块来啊，有用啊，怎样我都，我都啊，那起来这城乡差距啦，讲起来啦，我大家听看啦，我咱来做一个建议啦，吼，就是讲安尼啦。这个有关本案哦，请管政府审慎处理啦哈。审啊，最起码吼，就是讲都建制完成了，能够自给自足，就是安尼才通去做啦。吼，这地啦安尼有利哦。吼，都你建制啊，啊都有收费啊，啊有收费，不管你前半点钟免收钱，啊免收钱你安那去负担哦。最起码就讲这收入啊有法度维持维护，啊你嘛有较有差破皮啊嘛，要直直开政府的，吼这地啦，啊，第二哦，咱是讲咧，起步进步，时代进步较佳啦。啊，去考虑哦 ，U bike 甲 E bike 哦，能够同时进行啦。你看即个专道啊，东风自行车道，坐电动较济啊，电动的，租一边哦，电动的吼、哦，400啦，啊，卡拉车150啦。我过年再过去，我有阵安龙溪的代志，我特别过去遐看，去遐坐吼。啊，拢坐电动较济啊，电动是啊，伊有惊呐，啊，一只。就搭袂起哩啦，啊就是我创一个电动坐啥远也袂，即摆人就是安尼啊。好，我这以上这两点来作为咱的一个结论，安尼大家好阿莫啦。哦，我的意思是，啊哈。无啦，唔是啦，我咧讲啦。既然咱的城市象征啦，咱两边地方城乡差距，我咧讲啦，其实宜兰、罗东、五结，那咱起码现在整个咱的迄个宜兰县的自行车网路都有了。要按那来做，你讲电动也是一个考虑啦。啊，你讲现在我们 U Bike 公司，不是讲咱的投资，咱拢投资给伊，七年了后，这财产要给咱。我感觉就是讲，要按那管户甲那个 U Bike 公司，这重新再谈判嘛，对不？就是讲，咱建制地点都给他，还是要创啥物啊？都给他，让伊自负盈亏嘛，对不？啊，我感觉那是咱生意人够较敖啦。啊，生意人即嘛是要歪。政府的财，政府的钱，你也补助七年，我这面都拢有你啊！啊，不然咱县府怎么去营运呢？讲完全 BOT 就政府卖开钱啊！当然，那是上好的啦，当然那是上好的啦。我跟你拿钱是做，起码有两千嘛，给一点嘛，给一点嘛。那请县政府审慎处理本案啦，上好就是用 BOT 的方式啦。啊，第二就是讲最起码建地完成了，啊，我就自给自足，就用唔能够爱为何要搁开政府啊？唔通啊啦，吼！啊，第三点哦，对 U bike 甲 E bike 去考虑，我着同时来，吼、哦、来进行无啦，吼、哦，即个时代已经行到遮啦，安尼好无？以上三点作为咱今个结论也好，建议也好啦，安尼好无？馆长安尼好无？现在恁去先看啦，安尼本来嘛是甲你做即款真前瞻性的一个建议啦，吼、哦。啊，咱即个专栏就到遮来结束啦，好无？好，多谢啦，吼、哦，咱继续来进行。这个第九案哦，第九案就是县政府对本会议员及各项提案执行要求办理等事项之执行效力啊及考核情形哈、哦、啊，咱来进行这好相关的主管请列席。好了，阿勇提案人，我先跟你讲。哎，那个主席，馆长吼，各局处长，那个这个案吼，那个馆长，你有感觉讲这个案，这个提案人是拢啥人？馆长，你有感觉讲这个提案人？这四个议员，你有感觉这四个议员的感觉？你感觉他们这四个
这你印象中什么款？真好吼、哦！我讲这四个拢新议员啦，吼、哦，拢新议员啦，吼、哦。为什么讲提案人拢新议员？所以表示吼、哦，咱县政府吼、哦、对阮新议员好像重视的程度吼、哦，可能啊不比老议员他们的重要性啦，吼、哦。所以讲，希望啊，咱管政府方面啦、啊，会当对新议员吼、哦。多加的辅导啦，莫讲甲阮照顾，甲阮辅导一下啦吼、哦。啊，多加的甲阮这个民事，吼、哦，好莫有新议员讲莫讲，阮伫问政，也是阮拜托管政务，甲阮到处理民间的一寡琐事啦吼。莫有阮感觉讲安尼，感觉到无力感的感觉啦吼、哦。啊，会使讲是安尼啦吼、哦。啊。我只要是要求这种的方面而已啦，吼、哦，啊，就这样子了。好，我啦，林志宏，哦，你先讲好了，哦，你嘛提案的，杨议员，杨师傅。议长吼，啊，馆长，啊，各个局处的，这处长吼，各位同仁。本身是安尼想啦，因为曾经嘛，要十五届嘛，要当议员吼，过去吼嘛，真认真去提案，啊，关系建设也好，政策也好，但是佮车尾崩不了了之啦吼，啊，可能本人较细致个款吼，啊，但是应该咱这个提案也好，应该车尾是去佮每有关系每一局处嘛吼，但是应该可行不可行，要做唔做？还是要安怎做，应该拢爱互这个提案的议员知影啦吼，啊，毋则对得起，才对得起我们的乡亲嘛吼。阮伫发声，也是讲建议的所在，一定是有需要。啊，希望县政府这边吼，啊，有关的些各局处吼，会当阮的提案甲阮重视啦吼。最终嘛，爱互阮知影讲。无要做，还是有要做，啊，要安怎做？啊，这计划中间，哦，啊，是要让咱的要建设所在，要让咱的选民知影，啊，嘛爱互阮讲有法度甲因解释讲说，这个物件已经要做还唔做？啊，要安怎做？哦，啊，有的是讲说政府机关一定规划，但是甲地方的人有时也未合吼。啊，所以讲，咱一定要注意一点啦吼。通讲个议员的提案吼，拢都囥在遐尔。我伫想，一支的议员提案，有诶拢写三张、四张，阮就写了三案、四案，到一支的议员伫提案，几百件吼。啊，当然是，讲实在要百分之百讲个每一个案拢我都执行，可能嘛有困难吼，资源嘛有问题啦吼。啊，有诶因地适宜，这种。问题嘛有啦，所以讲啊，一定最终爱互阮知啊，啊有要做，无要做，啊有可能性无，吼、哦，啊是讲做最近我都做，吼、哦，啊是会当做赶紧来做，啊，这对选民啊，对咱的国民市民才有一个交代嘛，哦，希望咱县长吼，咱各局处吼会当注意一点，啊，互阮吼在做议员吼有一个交代啦，吼、哦，啊唔通变成你讲阮在发声。但是结果车尾都不了了之，啊，我嘛唔知结果安尼吼，以上。好，谢谢。哎，林志宏，林远。好，感谢。我想啊，很多案子啦，这边写回复率拢爆几吧，但执行率咧，建议的是一般讲会当马上做，好，会当马上便民。因為一定是民众甲议员来订正，哦，比如刚刚议长你讲的，迄路窟啦啥，好，我们有发现，我们及时来做一个反应，然后有啥子拖就过诶，好，所以我想说，在整个县政府的这个行政效能上的提升，不是讲我给你回复者，哦，我们列入考虑，列入这个在编列，其实我去年我对县府一些建议案。包括去会勘，
哦，管护公婆钱好，我嘛好，我紧，我嘛给民众回复，会别年底如果有结余款，好、哦、优先施作，如果无，好、哦、应该明年多医生，结果过过几年啊，我看也是没有在做，像我去年提的建议的一些案子，比如阳明路，咱即摆拢大车出入，雨天咱宜兰搞好水。麻烦落天的时阵去阳明路跟县民大道看者，都积水，骑乌多摆伫遐过，吼大车水喷起来，吼、哦、大家拢会擦一条过来，也很危险。好，开车的情形也会有水漂。我伫第一处啊、哦、一点机会我都提出来，但是甲单嘛是无改善。好、哦，阳明路。过来七张路，我想县长在第一届竞选的时候，咱七顶瓦楼一直说啊、到这个环市道路，好、哦、从大福路到环市道路、环市东路这一段，其实嘛会看真侪遍 N 遍了，每个议员基本上都有去好、哦、当地居民啊、拜托去回看过啊，好、哦，其我印象当中县长是有承诺地朱文熙贵州单位是有承诺的，会来协调水利会，要来把那段拓宽，减少这个居民的这个安全的疑虑了哈。因为桂林跟他也有好几个不小心有掉下去，啊，这个也都有记录啊。这里管定你第一改时阵，啊，我做代表黄定的议员做起定，我们邀请县府，好、啊、一起会勘。到现在这段没多长啊，啊是可以协调的，那个腹地有空间啊，啊也是跟大家都没做，所以我们会提出这个案子是行政效率。过来我的脸书我也有PO啊，去年的会刊拖到今年才做，给我又叫我美工啊，我都整我旁的，我那都外公了，我是在其实我在脸书是在责备县府，我一个县议员接受民众的陈情，超过三个月，好、哦，那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县府这边会说还要发这个招标哦，预算不够。那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面对是第一线民众给我们的陈情跟压力，也希望说政府该做的能够尽快的帮民众解决。他现在生活上所面临的困境，好，所以咱今嘛讨论这才有意义啊。无安尼，哦，我有回复100%，一样啊。民众还是在那边，啊，党旗要走，党旗要走，啊，肯定们也没有哦，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像刚在提这个自治条例，好、哦，上个案子谈，至少什么时候定出明确的时间？其实我们都有时间压力，人均存能力花，我们也都有时间压力，我们要落实我们的政见，所以这是跟咱管户共同来努力。我相信管定得到这么高的民意支持，我想在基层啊、我们能够更把过去我们所提过的政见能够啊、一步一步的啊、来实现，让人民真正的有感。好，谢谢。好，副议长。馆长哦，处长，各位同仁哦，咱议长，迄个馆长，我是讲安尼哦，伫遮我想今仔借这个机会啊，甲馆长你做一个探讨吼、哦，甲参详。第一点就是讲，今仔为什么阮议员内底啊，会去提这个案出来？啊，今仔来这里讨论，上重要啊！当然有效率的地方，我们都是肯定的。哦，你像这个当如哦，啊，这个收据出国考察的所做遐资料，我就感到非常的感佩哈、哦。啊，真无简单哈，而且非常的详细。啊，但是啊，这个有真济代志建言吼，甲先拢无动于衷。你即马想讲南澳啊，都。那么，今晚主席啊，我请教馆长吼，
工商旅游处包括农业处啊，两边杀来杀去，啊，那到底是南部啊要转型？哦，即马昨昏你讲迄个刘志芳的代志啊要转型，啊，结果切一个码头，我拄拄建议得要13年啊，甲真啊无啥无实啦。哦，啊，是毋是这个部分，馆长会当讲安尼较支持一下？哦，啊，即马一届甲即阵啊，就门甲你搭搭了就煞，一届甲即阵安尼连过13年啦。哦，我是感觉讲这啊，感觉真郁卒啦。讲到尾，怎手软，怎歹，怎歹讲就对啦。我想这个部分，有一些单位的一些主管也好，也是主办承办人员，无真家己主动甲积极啊。哦，讲今仔日这议员大家提案出来，哦，啊，结果是咱怎么去追踪？我一再去强调，宋楚瑜的成功，哦，虽然讲伊尾啊唔是真好。但是头啊，你做省长的成功，你都在看在眼里，你嘛拢参与有着。伊个就是人口的追踪，啊，到这个工课啊，免啊会当甲伊顺势来甲完成吼。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吼啊，我过去啊，咱嘛是一直在学习啦。当然，咱大嘛是要赶快在学习，是希望讲安怎会当甲伊做到啊尽善尽美，达到我们的效果。我是感觉这真重要。吼啊，这所有的决定在关掉你的手啦。哦，你怎么样去督导？哦，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来去啊？把每样事情哈讲、哦、起来。咱会先讲未先讲，无要紧。未先讲，就是因为内底一定有一挂这个法令的障碍啦，也是讲有道也没有什么依据啦。哦啊，但是呢，会当突破的部分，我讲你会当用这个副馆长吼，嘛尽心尽力啊。但是怎么样再更积极一点吼，会当够做够较好。我相信你的馆长的名声会更加好吼、哦，啊，这个部分啊，是不是馆长会当稍等下来跟做一个明确吼、哦，啊，来看安那来大家来。好，谢谢黄定和黄议员。那个议员提案的事项吼，今仔日县政府还没有抓到真正的议员提案那个重点呐、啊，我常在讲的啦，上行下效，当然。县政府高财团的委员秘书长去哩，是三个，哦，包括馆长，足认真嘞，拢会当讲，把所有的事项都把它弄得很好。县政公报、主管汇报，你们讲出来的，我们也都非常的认同，哈、哦，阿妈肯定你们的努力了。但是，要它落实到所有议员都来看开，哈、哦，这个有一段距离啦，有落差啦。所以讲，今仔日真侪议员也来讲这代志。都、就是执行落差的一个问题啦。譬如讲，你第四页，你的回复率、你甲列管案件偌济，啊，回复率偌济，恁写100%啦，对不？馆长，恁若看到，哇，就真好咧。诶，啊，阮县政府伫执行起来100%咧，啊，议员安尼，阮都拢甲你做够啊，啥啦？还有一些疑虑呢？问题就是你们没有去探讨啦。恁回复来的单吼，会做哩嘛？甲回复啦。未做你嘛，甲回复啦，安尼有回复2字，啊，就100%，你知道？啊，议员的感觉无同啊，议员的感觉，恁做有够的回复，真欢喜啊，掌声鼓励啊。但是恁做无够迄个回复，啊，就真无满意啊。啊，先啊，即款来做无够啊，对无？啊，这就安那来做就会使啊。啊，但是以恁的角度，我有回复就算是啊，算100%啊，落差就在这里嘛，对不对？我去一个例嘛。恁伫县政公报讲，议员所有的申请案件20天以内，哎哎，落文都来啊，有没有做到？你去控管看卖啊，对不？那50%你就真欢喜啊啦。啊，唔是安尼尔咧。假如20天回复后了后，认为有治安难行的，没有办法，要打电话跟议员沟通的，有没有？我甲当然冇接过咧。啊，这个为什么？对不？你主管汇报很落实的、很认真的，一再的要求做不到啊。问题落差在这啊，就跟那你宣誓同款啊。问一局处，问一个人，大家爱有能力处理电话处理的人，人啊，反映事项入来电话爱有处理。逐摆去打电话，够可惜的，不是开会，不是请假出差。后迄个替代伊来接电话，后我是临时人员，无得解决代志啊。我讲啊，议员打电话其实找无人啊，啊百姓呢，佫较找无人，一样道理啊。哦，所以讲这个落差就是伫遮。
啊，所以讲，你区的上那是台面上的，那台面下的真正执行的，我请这个啊，管调这方面哦，要多多的在。好，谢谢啊。好，我要讲一下啊，我来喜欢这样，好了，退出议长的这个立场，我来讲一下啦。其实哦，这个案哦，我跟黄世昭两个也是算受害者啦。安尼讲啦，馆长、副馆长哦，去年1984年的2月12日哦，废止这个变年地基的这个公告啦吼。啊，2月15日开始实施，啊，就民事袂当申请啊。哎，就是我讲的突击性的这个政策的推动，政策的变革。啊，结果吼、哦，以这个变年地基的公告。我们议会有讨论过啦吼，就感觉应该是法规命令啦。好，那法规命令，你废止，你无依照，当然都程序有问题啊，还得未通啊。啊，但是恁的法则是一直讲的是行政规则啦。啊，那行政规则应该就是诶，馆长讲重新都搁颁布啊，啊都算啊。啊，我提一个书案呢吼，6/605的解释啦。就是讲对老百姓信赖保护原则这个啦，其实这个讲啊较清楚啦。馆长当然有这个方法会使来作为，使来采取的。但是确实从这个案哦，馆长你嘛好心讲要甲答应我甲阿超，啊，阮那母女我真正将心比心啦。迄做民宿迄几个足可怜的啦，都民宿贷款来起啊，佮开500万、600万、700万，啊，讲开落啊。逐工我要去吊刀啦，啊，是阮那时想着足艰苦，咱也无趁汤也无趁料，为着这领压力足大个。啊，结果秘书长换两个啊，你个秘书长也无法度贯彻你个做法啦。啊，你个咱个承办、咱个科员、咱个科长、咱个处长，啊，都安尼侥幸两三排，你也无啦，安尼高啦，安尼，所以这就咱我咧即马真艰苦，就讲这就咱泉州即摆状况啦。也是讲，就是咱即卖效率实在是做局长啊，做个足可怜的，啊做庄家做到现个就见笑死啊，有影。所以吼，你讲检讨一下，唔是啊，安尼，哎呀，这足可怜，我最大的受害者啦。甚至真正啊，这是表示讲，这是所谓的执行力吼，咱今日你讨论的执行力啦，关键就是重视一下，等于吼。再个迄落啊，一个真正有这个情形啦。即个你管政府，你个幕僚长，你上也无法度甲你贯彻执行你个吼，你个要你个作为，你个才是，也是讲你个政策啦。啊，这个团队够讲会强。好，以上啦。好啊，来，又来，好啦，委员。啊，一定安抚一下啦，你安尼，好不好？阿勇，刚这边你为我呢，多谢啦。什么？先这样多谢，好吧？安尼话啦吼，啊，这边是就这专案，请那个。还困一个啦。我要回应一下。还困一个啦。哦，对啊。回应啦，就刷落来，还困啊。好啦，馆长啊，你卖安尼，这以为先回应啦，你都是啊，都不要讲，一定安抚一下啦，卖安尼啦，拜托一下。好啦，来，馆长，你讲，好，来请，馆长请。啊，大卫主席，陈议长，啊，各位啊，议员先生吼，基本上啊，今仔这个专题啊，大家有讲一寡实例啦吼，啊，我都较清楚啊，即马目前。啊，第一线不管是升班，还是科长，还是咱局处这个执行的这个情形啦吼。安尼，咱其实伫行政单位甲这个民意机关啊，大家伫互动甲这个切身的这个过程啊，基本上拢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啦吼。啊，这部分看起来，虽然阮有一寡这种内部的要求监督啊。但是志向面，他都啊几个月拢有指教着吼，啊，佮有淡薄仔落差，啊，这个部分我想，咱应该，甲阮内部伫检讨共款啦。我定来伫检讨咱个研究单位，袂当大概拢用数据吼，数据讲即种啊，气候能偌济，这个数据来讲，啊，但是实际呢，就是讲你要如实跟如实吼，来了解迄个内容。啊，咱其实行政单位啊，咱伫内部有一个要求啦。
啊，来当解决民众的问题，甲各位同款。民众有困难，咱来替解决问题，这才是进步的政府啦。当然，为的是公权力的管理面，咱必须爱坚持原则，依法行政。但是，那做会到的部分啊，尽量徛伫民众的权益促进，吼、哦，安尼来解决问题。我想，安尼咱一寡争议，甲大家感觉的落差会较少。啊，至于地方建设，我感觉这类物件都爱请大家啊，这个谅解。其实，头先林议员讲的，有一寡是地方的啊，乡镇公所的权责，徛伫县政府，徛伫县议会，咱是会当讲甲因促进啊，资源去甲因斗帮衬。有的你要讲做甲拢照够，头拄仔你讲的七条路，这十几年来，那刚从因做市长、做议员的时阵，嘛较讲嘛这条。啊，你即马你无可能甲所有资源拢放在遐，但是安全的问题要先处理。我顶下有建议讲，市公所七条路这个部分啊，如果若讲有影响安全的部分啊，咱安全导标要先做。哦，啊，至于你讲要加挂创啥，迄个落差，讲实在，未来咱的资源是专心要放伫。大好咯，吼、哦，就是咱宜兰 A 的延伸嘛，吼、哦，所以这个部分资源的优先顺序也是重要。啊，至于讲咱其他的这个农路，今仔来讲，纵围甲三星财政上困难，大家通啊看两年的比较，吼、哦，咱县政府绝对袂去亏欠啊，这两个这个啊偏远的这个所在，吼、哦，啊，其他的所在，我想大家伫讲的这个问题啊，阮会。啊，照他都啊，大家建议啦吼，有一寡什么类型，我甲扣收费，啊，有一寡原则个讲较清楚的，啊，大家执行面啊，较袂低啊，有这种啊落差吼，啊，这个部分我能够继续来促进吼，感谢。好，会长，馆长，啊，你听起来安尼讲起来，你安那不哩生意啊嘛，有较无深入到影，因为你即马毋知影讲，恁即马现主席即马伫执行的人吼，啊，甲你带来真济吼，给人家很多的猜忌，没有办法知道恁的政策伫倒。像头拄仔议长伫讲，毋是讲都伊真好做啦，我嘛真好做啦。吼、哦，我是感觉讲，馆长你是，我伫遮我是希望讲，吼、哦，以你即马年龄，吼、哦，啊以你即马现主席的职务。未来你的环境应当是还袂歹，但是你要安怎把这个工作会当真真正正落实？地讲啊，我都做五千级的馆长，啊五千级的馆长，啊结果你下骹是二二六六是迄落二级的、甲三级的，倒都无两粒星，甚至了五星，一挂科员、甲科长，啊甲职员，安尼是要安怎会当甲你下配合？所以我是讲讲今仔日，咱今仔一个讲今仔日。咱的整个宜兰县的一个农社就好，农社是不是会当创一个小组，啊来甲议会这边只大家来对话，啊看安怎来大家互相甲研究一套，真真正正好这面呢？今仔早起，哦，我电话伫只讲，早起还搁一个较电话，啊听讲安尼 ，A U B 你甲你看，看讲这啊你都你讲，昨伫全体讨论啊有关这问题，啊恁家到底是讨论到安怎？啊，阮伫遮苦苦等，因老爸存一块田地啊，啊，互因囝婿囝做，啊，即摆去银行贷款千外万，啊，伫中遐动动下啦，伫遐要行嘛唔得，要提嘛唔得，要卖嘛无人爱，强到要去，会使讲优惠算的一大堆，咱是毋是互伊一个真明确的路来行？咱来该做一个真好的一个决定，吼、哦，啊，咱的决定爱有一个时候，甲一个时段互伊。哦，啊，以后你若家己明知三流五偏向五三情况嘛，无法度啊，对不对？但是咱一定要有一个时段来安怎来甲解决这个代志。哦，像我头拄仔你讲的，哦，你讲像南武啊，我嘛安尼想尽办法，要来甲县政府安怎斗相共。南武啊，交通拍干的代志，免啊会当用船运入去，啊用迄款那个接驳车运出来。安尼讲十外年啊啦，啊都找无一个主头来甲咱斗相共。啊对无，啊恁讲的就煞，啊讲的就煞，啊都阿妈一概讲会当做啦，我当时嘛刚刚进入做俩，哦，所以讲馆长啊，我是刚刚讲，哪讲能力啊，啊你比历届这馆长拢较有能力，哦，啊我是刚刚讲，你真正吼会当下一挂心，哦，确确实实，甲这宜兰执政啊，哦，看伫你的
还过两年外，吼、哦，志宏议员你讲讲，还过两年外，我们大家怎么样来共同来做这些工程，甲电影这代志吼，看大家好好来改啊。哇，那副议长当时变这斯文，这感性，那个各位同仁吼，馆长啊。那个东方的狂人，现在要当选菲律宾总统，那个叫什么名？杜啥？杜特地，伊就讲安尼啦吼，昨咱讲毒品的问题啦，讲你啊贩毒集团这吼，就一定要你死啦，一定要你报死，啊无就是我死啦，啊但是他是视民如子啦，爱民如子啦，所以讲，反正那利用这个机会啦，知道吼，苍生为念啦，这个民宿的足可怜的啦，我呀。贷款起厝啦，搁开落啦，啊一声甲讲袂使，因为伊要掉头啦。啊，我那母女我吼，拜托啦，阿勇你替我甲馆长请命的啦。啊，拜托，啊，我才一单啦，叫，好啊，你即阵替我找馆长去啦。馆长，我讲一个啦吼，馆长啊，确实你的名利哦，你的名利啊，慢慢讲哦，有落啦，事实你名利是要真好啦吼，但是我相信。你讲过你这几年啊，无可能去中央啊。但是我是感觉讲，你拢都是属于啊，咱国家的啦吼。当然你的才能啊，拢国家用得着，你爱去就用啦吼。但是我是感觉讲，你所领导的团队哦，有时候我做员啊做年外吼，感觉有时候，种拢唔是你的意思啦。像我你会砍刀啦，会砍竟然嘛嫌临时人员来干会砍。当然你是一个馆长吼，啊，阮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议员，但是阮嘛有相当有，阮选调嘛爱有5000外票才会调啦。当然，阮有阮的民意基础伫咧，阮有阮地方的需求伫咧。啊，恁一个会勘，欠一个临时的来甲阮会勘，你讲阮情何以堪呐？哦，啊，过来，阮一个会勘一个所在已经，就代表会勘我当哦。一个所在会勘，差不多上少有五六遍过啊。会勘转好啦，好啦，转好啦。哦，啊，公文来，哦，照办，结果拢也无办啦。哦，你有大湖路都，大窟路这条路，实在人口是非常多啦。我最近像在个工商旅游处讲，讲恁主任车一个开，一个会议，一个信，几啊千万的过。啊，阮大窟路啊。公司说：“你也要我来整顿哦，千外万啊，就好事啊！哦，美湖路，这条路拢人口非常多在行，啊唔甲阮做啊，会勘用临时人员来甲阮会勘，实在有影，阮总有一票啊，馆长啊，你嘛选非常悬啦，甲阮重视一下啦，好不好？啊，当然三星是甲阮总有差不多啊啦，但三星阁有法度当选一个议长，实在无简单。当然，阮议长的才能啦。”哦，希望你这届啦，嘛议长甲咱重视一下啦，吼、哦，嘿，以上啊，好，多谢哦，来，陈汉章陈议员，议长我要讲十分钟哦，你叫黄建荣议员讲啊，时间拢无计算安尼噻，没有啊，刚才又没有计算，哦，大会主席感谢你啊，你要讲话你也下来，你叫副议长上去主持啊。哇！你在台上，你不要这样啦！我有选，哇！你就啊，无你要讲，你用台拢叫时间嘛。我退出我议长的立场来发言。议长，你主持议事，你要公平，好不好？我，我今你也要讲话，我今你要讲话，你当退出议长的立场，我来发言。好，你请坐了啊！我的时间一直在跳，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啦！感谢议长哦，馆长，其实。县府整个的机制架构，原有的拢有啊。可是真正足侪的基站，的横向联系，哦，其实你们每个礼拜都在开主管汇报，其实下卡的科长啦，哦，甚至议员的拜托事项，这个横向联系其实还要再加强啊。很多的事情，其实县长你嘛无关噶遐济工课啦。其实，伫恁的主管汇报的时阵，管务会同款，这个部门其实爱要求局处长爱严格来
监督这个科长、科职员，啊，本身嘛同款有这个问题，就是百姓要求咱服务的工课、管理的工课，咱落去处理的时阵，有当时也去开会，有当啊电话卡五六通拢无接，嘛无甲咱回。哦，服务处的，咱要求服务处甲咱管理的相关科室联络。所以讲有很大的落差，它的衔接点拢无掉了。我嘛希望讲服务案件，阮第一时间会当听到县政府经过的回应，同啊甲百姓讲，互百姓了解。所以讲这个部分啊，麻烦县长啊，会当都确实来邀集啊相关的科长和以上。好，多谢哈。好，安尼咱这个专案就到这来结束了哈。啊，时间嘛差不多啊。啊，咱再去就提早来散会，下晡两点继续专案讨论。多谢大家，散会。